快点吃，爸爸来了。我不吃了，我去接爸爸去。没事没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你看他们真的到了，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。你看，在那里呢，看到吗？等下就来了。那我还可以把饭吃完，爸爸已经吃过早饭了。还有好多人啊，聊着天可开心了。小凤来，我们去接外公去，走，去接外公去。哎，走，又几个人没见了啊。宝宝，看到了没？你外公在最前面。爸。前面吧，我就说吧。外公来了，你刚刷核酸来了是吧？说浅薄核酸。全接过来吗？好吧，谁抱的？嗯？连六百也认识啊？宝宝，谁抱着呀？外公抱着哦。开心吧？他有点不熟悉，他就傻傻的看着他外公，是吧？Hello， 你看我妈没反应，我妈都没反应。哎，真心炸头发的。他跟他外公说话，幸好他不认生。呦呦呦呦呦，哎，不开心了，干嘛？没认到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刚跟哪里个拉链的？